我们今天只有知识，没有智慧。现在这个社会普遍了，用学校，从幼儿园到研究所、博士班，学的是什么？知识。啊，智慧不从知识上来，这知识不是智慧，智慧从哪来啊？中国老祖宗懂得，释迦牟尼佛懂得，印度人懂得，智慧从清净心来。清净心、平等心生智慧啊，所以东方教学大家所遵循的是戒定慧三学啊，戒是方法，持戒就是遵守方法啊，求什么呢？求定，这因戒得定啊，定就是清净心，就是平等心。啊，清净心是一般的定，阿罗汉证得的；平等心是高级的禅定，菩萨证得的。啊，后面开智慧，开智慧是佛所得到的。啊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呢。啊，东方啊，教学都是走这个路子啊。现在人不懂啊，西方人不懂。啊，小孩，啊，中国的这个小学教育，这是古时候，不是现在。现在学西方的了，古时候私塾，啊，教什么呢？教洒扫应对，就做家事。啊，除你的傲慢心。啊，学礼貌，啊，学这些日常生活上的规矩，啊，管教非常严格，啊，小孩学好之后，你看出去，哎，有模有样的，像小大人一样，啊，但是。没有西方人小朋友那样的活泼生动，没有，啊，规规矩矩的，哎，他这样的，那个小孩心是定的，西方人小很活泼，他心是动的，不一样啊，啊，小孩从小你就得给学学规矩啊，长大再教他。他不会接受了，他养成习惯了东西方教学概念不相同啊，小孩会胡思乱想，怎样叫他不胡思乱想呢？读书，读书不要讲解，讲解他又胡思乱想，哎呦，这一句什么意思，那一句什么意思，不讲解就叫你念啊，叫你背啊，而且中国也非常符合科学的原则啊，小孩的能力个人不一样，聪明才富不相同啊，标准是什么呢？你比如这段经文啊，我们在此地看的，这是五行，五行你念十遍
就会背。每一天叫你念五行，如果五行十遍背不下来，减一行，四行看怎么样。能背四行，每天叫你四行。四行还不行，三行怎么样？用这个方法。叫你每一天背的分量多少啊，正好适合你的程度。大概古人有这个例子。小孩很聪明，记忆力很强的，一天可以背700字。能力很差的呢，大概可以背100字。100个字大概我们这里三四行量。三行多一点。100个字。叫你背书啊。十遍会背了。背100遍。背200遍。用这个方法来教你。所以从六七岁上学到12岁，中国古圣先贤的典籍该背的全背完了。背得真熟啊。告诉你这部书啊，譬如说大学这个课本第几页第几行第几个字是什么字，他都知道。他熟到这么程度。中国古时候刻的书，这个书本每一页一定是10行，每一行20个字。一面是200个字。两面叫一页是400个字。无论是什么地方刻书都一样的。所以不管你哪个地方出书，设第几页第几行肯定不会错。这是科学。中国书没有标点符号。没有空的地方。每一行20个字。都是这样的连贯下去的。念的时候圈，老师圈，把句子圈出来。段落呢勾出来。用这个方法。学生会都读啊。所以13岁之后进太学了。中国没有中学，就是小学跟大学。13岁之后上太学了，太学里面讲解，老师讲解。讲解的时候，好啊，不要再数了。大家老师会背，学生也会背。所以讲到什么地方，大家心里都有数，都清楚。所以研究讨论，详细讲解，在大学读书快乐，读书辛苦是小学，私塾里读书是很辛苦。以后在讲解、讨论、分享，那就非常快乐。这读书乐，不需要参考资料，全都背会了。哪有像现在呀？写一篇文章到处找参考资料，从前不要，全是小时候背下来的，这叫读书乐。守规矩，读书是修定，背书是修定，让你不要去胡思乱想。天天想到书上的文字，把它背书。久了之后呢，慢慢心就清净了，清净就生智慧。所背过的东西，没有人教的，自然就懂了。这是古人所说的，都是经验之谈。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。这书念上1000遍，你就开悟了，自然就明白了。为什么呢？心定了，定就开智慧，智慧就明白。就这么回事情啊，一点都不奇怪啊。
中国人读书求智慧，现在我学现在的学校都是求知识，两把事情了。啊，我们一定要把它辨别清楚。啊，我们这一生当中不会空苦。啊，一定要走戒定慧这个老路，古圣先贤所走的路，啊，这个路子好啊。